我献一首诗歌，是教会圣诗252首。我心确实 My tribute， 我将会用英文唱，唱完以后我会请大家起立，我们副歌的时候一起用中文来唱。这首诗歌的作者 Angela Crunch， 现在活着70岁，是美国加州洛杉矶人。他在20岁就做少年辅导，这是一件发生在一个不良少年身上的事情，一个 miracle， 一个奇迹。他因为这样的感动，写下这一首诗歌 My Tribute。Thank you.